我觉得日本动画就是画的特别精细，那个，然后情节比那个中国动画好多了。就这种你要主要注意什么，就是重点表演区，你说 A 框是重点表演区，那这块要做特别，如果是 B 框是重点表演区，就是这块，这个是一个有它。我觉得在中国现在在想发展这个动漫产业，应该说遇到了困难。所谓困难就是一个是呢，有十多年孩子们看日本动画片长大，另外一个影院主要是以美国的动画片在占领。所以在这个条件下，就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这种文化，这种动漫文化，可能出台需要保护。